赛已经开始，由中山塔州乒协的麦乐乐。哇，这个正手正脚的突击一下还是蛮狠的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正脚型打法了。正脚啊，正脚。哇，徐杰没有进过国家队吧？好像进过。对，进国家队。进过国家队，对。2000年。对。退役。2000年退役，他应该是老队员了。嗯。哇，发球长球发的也不错。哇，好球，一个板边，哼，对，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。看来这个正交还是比较难打，比较凶猛啊。对，也你不能给他太多的机会。对，杀伤力还是很大的。一般颗粒型打法，你给他一点空间，他打出来就质量还是很高。很小心，就是你控制的话，一定要调动他，不能给他有这种机会发力。一发力的话，这个球速还是比较快的。对，对，颗粒打法这个比较贼的，正交深交。是，不能让他发到力，是吧？对，尽量不要让他发力，发了力一般人受不了。嗯。哇，漂亮！全国家队队员。哎，麦乐乐应该要小一些。麦乐乐小一些。麦乐乐小一些。麦乐乐应该是跟我一批的。哦、我们这一块一批，什么叫我们张超啊，他们。对。是不是也一批的？漂亮。麦乐乐不好打呀。徐杰打的还是蛮凶的。嗯。和郑乔达得用对战术啊。嗯，徐杰是有一定的实力。徐杰打的球拍也是比较古老的球拍了，阿瓦拉。哦，卡瓦拉的球拍。对，阿瓦拉球拍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用。啊。对。又是一个板边。对，这些打了两个小一半啊。11-8，这样徐杰。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，第一局是徐杰取胜。现在麦乐乐应该要改变一下打法。嗯，可能漂亮，可能他长球的比例要增加一下。好像麦乐乐打正交还有点不适应，觉得球并不是很熟。3-3平。这场行不行？为主，因为徐杰的反手他没办法抢攻嘛。漂亮，这两个点打的。但是他自己的攻势的话要出来一点，如果没有攻势的话，光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，还是老道一些。对。这个球
漂亮。麦乐乐防不住徐杰的话，这球就很难打。你拉过去就防不住。基本上这球就要交了。对。一定要能够防住他两板，然后把徐杰调动开，自己再有一些落点上的变化。他这种相持打不过徐杰，你肯定就没法打。嗯。漂亮，这个金台这么快带技术真的是。其实我那会儿在江苏队当教练的时候，我教这个队员啊，自己就算可以制造的话，旋转相对会比较低一些。对，因为现在毕竟这个球改了以后，整体的旋转都下降，那么正交它这个整体的旋转它一样也会下降，所以说转球打起，要么你全部以转球打起，这样它的旋转就稳定了。哦，因为正交是不可以自己制造的。对，它是借旋转。对，麦乐乐这局还是落后，5-9落后，现在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对徐杰。好球，这球能够防住就还不错。转球，好，9-8，这个球出台了哈。对，出台了。很关键，9-5领先。嗯，麦乐乐连追三分。啊，还是发短的。哦。麦乐乐这几个球控制的还是不错的，对，控制在徐杰的反手位，然后自己积极上手。嗯，尽量多上手才行。是，连追四分。对，9-9。啊，又换了一个发球，换的是勾手，换的勾手发球。对，换的是对。啊，这是逆侧旋。啊，逆侧旋发到这个徐杰反手。漂亮。嗯，好球好球。麦乐乐其实这碗球反拉也很不错了，对，比第一局身体的这种感觉好一些，对，球熟一点了。现在第二局双方打成了10-10。哦，这就很沉啊，打的。那么过去就是很下沉。对，很下沉，对。这种时候麦乐乐拉的话，应该是不是旋转要摩擦要多一些才行？对，要带点推，半推半拉。啊，半推半拉。对。啊，这是打这个正交的一种方法啊。对。这个球非常的关键。啊，哦，好球，是个擦网。运气球。还是有一点运气啊。对，这个球是非常非常的，这个时候来一个运气球是非常的，对对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。哦，差一点。12-11，我们的赢下这一局还有点机会。对，现在麦乐乐12，对，11-11领先。
走。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这会儿回合上面也加多。